你们好，小朋友们好。哈喽哈喽上海。哎呦，今天等风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啊。曾经我们也是风一样的少年啊，但是现在因为跟看到前面那么多的少年演出，有时候真的羡慕啊，想起了我们那个风起的年代啊。说一个小特别小插曲啊，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的休息厅休息室里面有一个大屏幕，就是随时可以看到你们还有舞台上演出的所有的艺术家们。但是好像每一道，其实这位歌手我特别喜欢啊，真的说点心里话，按说这个摇滚乐的人，尤其是摇滚老炮呢，不轻易的说喜欢谁不喜欢谁，但是我也喜欢周深，是不是？真的没必要了，因为到了50岁了，也不应该再是去吹嘘拍马的这个程度。但是我相信，我觉得目前为止他是中国唱的最好的。所以你帮我转达给他好吧。因为我们今天结束以后还要赶到别的场，其实我今天特别特别想在现场，因为我都在电视上或者听他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唱片，或者他的比如大鱼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好，因为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，我觉得歌唱成这样实在是太牛逼了，谢谢。这并不是在拉关系，但是是不是拉近了我们的关系？所以该怎么样呢？那就走起来。不错，救活了一个情商啊。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啊，美丽的小女孩们啊，热情奔放的小男孩们，以后多多关注面孔乐队。